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换了麦克风风。最近拿麦那个什么的钱换了个麦，你们可以听听看这个麦克风的收音质量如何。这个麦我感觉更细腻清脆了吧，就不会像以前就有这种粗大的感觉，就比较糙。那我们今天看的是战神道里的选手，这玩的还是 BY15， 喷掉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哪里也藏了啊，更藏了。好的，收掉，但被补了。这玩喷子手感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对面就10滴血，手感不好的时候你就感觉对面有200滴血，就不管怎么打都打不死，总差那么一点点。还有人，再喷一个，哇，这一波一个人把点清亡了呀。来踩点，门口还有人，喷了两喷没死，那没事了。再来右路有6人，好，打了个16。哎啊，点点很多人啊，所以他要顶复活点吗？这个不信顶的，再来点个后面的。哦，好的好的，熏鸦乐喷了，这笑扭头了，再往前面点就不礼貌了，因为显示前面有人。喷死，下个点了，但他现在想要断人也行吧。这个图反正就是给喷子玩的图，对喷子是很友好的。地图里只要有拐角，那喷子就可以玩。而很不巧，这图全是拐角。中路还有个人，哇，这特效，我还以为对面 IDP 了呢。脸上还有人，缓一下，换个弹，开金甲，喷子一个，再喷子一个。好家伙，他可是喷半天点还是没人踩，什么意思？3个人在点旁边，没一个人踩点呢。队友刚刚都在点外跟人对枪呢，全在堵右路。堵归堵，右路人再多，一定要踩人的呀。我操，这右路是挺多人的，大伙都在右路呢。Nice， 他打了一个，队友刷了4个，这波对面的攻势就被瓦解了，所以还往前顶吗？很危险的。这图热点如果过了中这条线，就很容易顶边了。不过如果说对面的人都很集中，你这样顶一下可以像刚刚那队友投4个屁股的话，那这种情况你要顶也不是不行，但最好看点队友位置。如果已经有队友顶了，那最好也不要顶了。比如他刚刚顶右路的时候，左路就跟队友在前点了，是在前点吗？啊，这个图我也看不懂。反正他也顶就很容易拉复活点了，而且真要顶对面从左路进攻，那应该是往中路绕呀。妈，对面人跟左路，他也把喷子从右路绕是什么意思？远程狙人是吧？什么坑神行为？右路点来堵门口，喷了2个，还有1个的，漂亮！右路3连杀，哎，怎么烧起来了？啊，烧死了！二楼那个人开反应堆了，在上面探下面，搁这做艾灸呢。左路点那边有人想要右路，没想到吧？右路有人手，哎，别啊，坏了，进去了。所以说下个点倒也不看复活点，他顶边也无所谓。但这样绕一大圈投屁股，等一下好像也可以投，对我吸引到注意力了。哇，投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啊，我操，绕的好啊这一波。刚刚怎么会有人质疑呢？搞不懂，太不错了这一波绕后。下一波人在右路，这点怎么又没人踩了？不是，为什么就老爱进一下点出一下点，进一下点出一下点的啊？这样进进出出很爽吗？哦，好像是挺爽的。下一点刚好就在这里，他现在大杀四方，差200分高优出来了。唉，总结吧。今天这位选手上游标准，先成功。我的发！啊，对面怎么还有人玩鸡啊？啊，难怪前点被干烂了。今天这位选手枪法定位可以给到传奇提到提到的水平，跟枪看不出来就不说了。反正定位这一块还是没的问题的。那么以后的意识会系统的从3个地方讲，一个是大局观，一个是对战理解，就一个是道具和连杀的使用。那就先说大局观吧，它有一点顶，字面意思，顶是有2种原因的。一种是要换复活点所以顶，一种是单纯想捞后所以顺便把复活点顶了。他的情况就是后者，这种风险就比较大了。这个就相当于让队友跟你一起赌你捞后是利大于弊的。如果说捞后失败了，复活点还被你顶到劣势了，那这个就比较坐牢了。不过有的点属于是双方的复活点优劣差距不是很大的，这种如果正面实在难打，那你要捞后也可以。哎，反正还是看情况吧，这也没办法很细致的说什么时候顶是对的，什么时候顶是错的。反正你捞后能把点挣下来就牛逼。他大局观方面 T2 的水平，然后他喷子的对战理解可以给到 T1 的水平，各种小走位还是可以的。最后他道具连杀方面，使用的可以，但打连杀不带行字。这条游戏好像吞语音的 bug 还是没修复，就喜欢吃语音。有的时候跟哑巴一样，放了什么都不会叫的，我都以为对面没放约呗，然后看见左边信息，我操，放了3、4个了。不打约也不能怪他吧，他带了个毒刺，但确实没有机会。哎，看到了不打？他妈的，前段辩护剪掉了。最后他连杀道具方面 ，T2 到 T3 的水平。行吧，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正在抢地，我们拿下来一点。摧毁敌方，无畏战士，无人侦察机正在待命。Welcome。
Point identified. Flashback.